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把一长方体啊，这个长方体切成如右图 A 跟 B 啊两部分，质量皆相同啊，这两个质量假设都是 m 好的啦，示意水平力 F 啦，使其沿光滑水平面上滑行 ，AB 间没有摩擦力啊，则 AB 间的正向力 n， 假设是 A 给 B 的正向力啊，这是 n， 为多少？就他们 AB 的相对位置哈没有改变，哦这样推过去。好，那这怎么做？这个的话哈，我就算什么呢？n 哈，给它推往这边嘛，那么它的水平力哈是多少？是 n， 它乘以多少哈？乘以呢这个 cosine 这个角度了。cosine 这个角度的话，这个角度跟哪个角度一样？跟这个角度一样。啊，这个跟这个一样嘛，所以这个加这个90，所以这两个角度呢加起来是90度的，就 cosine 多少？cosine 90度哈，减西塔，啊，这会等于 ma 了。那现在 a 等于多少？我现在把它盯住这里，这系统受个 f 的推力，水平推力嘛 ，f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ma， 整个 m 是2 m 哈 a 呀。那我 ma 就带二分之 f， 好 ，ma 带二分之 f， 这个等于二分之 f。啊，这是等于三西塔，啊，所以我就想着哈，n 就等于二分之 f 哈，啊，除以三就是乘以 cosecant， 就二分之 f 呢乘以 cosecant 西塔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。